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将在三月开打，而中华队今天是公布了30人名单。总教练林玉平强调，这是最好、最有拼劲的阵容，希望能够闯出令人感动而且骄傲的比赛。中华队呢是已经展开了集训，在首战他们将会对上巴拿马。来，中华队加油！大声喊着加油，期许中华队全力以赴。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三月开打，6号公布30人名单。原本36人名单中，除了西武士投手张毅因伤退队，包括吴哲源、岳东华、林安可等5人没有入选，而投手包括黄子鹏等14人，内野手有队长王威成等8人，包括张玉成、林之伟、宋家豪、王伯儒等人都是旅外好手。除这30人里面，确实是。有点挣扎，那也有点是对还没有入选的，他们正在跟我们集训，也感到希望他们包容。总教练林月平表示，离经典赛开打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30人名单有人受伤，会从未入选的5人中递补。这份名单是最好、最有拼劲的阵容，希望闯出令人感动、骄傲的比赛。获选的球员则是强调，会不留实力，全力以赴。选出来的成员可以能够发挥不留实力，能够发挥到。极限，让每一场比赛能够漂亮的结束。相信这一次的经典赛也会为国家再争取更多胜利，然后感动全台湾。本届经典赛将在3月8号开打，中华队首战巴拿马，10号对上意大利，11号对上荷兰，12号出战古巴队。林月平强调，中华队会集训到2月18号，以最强实力备战经典赛。记者陈嘉欣、谢振宁台北报道。